今次的电木吉他我们推荐这款 Levi's Movement， 它的性价比极高，如果你想拥有一支电木吉他的话，这支就啱晒你了，而且是用了传统德国工艺技术去设计的，所以每个细节都做到一丝不苟。这款 Levi's Movement 有40和41寸给你去选择，每支吉他都有21个琴格，它的指板是用了玫瑰木去做的，硬度比较高，而琴身方面就用了沙比利木去做面板和底质板。沙比利木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比较轻身，声音传递比较快，拍线的声音很清脆，自然每粒音都可以清晰地传递，想弹什么 feel 都可以。当你认真地去看，就会发现它的上弦枕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桥型设计，大部分的弦枕都是用直线型设计的，而这款小桥型的设计就可以有效地强化sustain和共鸣的效果。Levi's M40 内置可调教式 pick up， 可以接驳到去 M 去弹奏，收取吉他里面不同位置的共鸣声，可以令到演奏者因应不同的场合作出适当的调教。我们有三种颜色给你去选择，分别有黑色、原木色、日落色的。最后，你没看 Levi's 原厂吉他袋平平无奇咁啊，它前面有个大的拉链袋可以给你摆嘢啦，而且又可以手玩，而到孭上身也都很方便，而它的加厚棉芯仲可以做到足够的防撞力添。如果你想买一支性价比极高的电木吉他，我会推荐 Levi's Movement， 绝对是电木吉他的必买之选。